怎么跟烧肉店一样啊？如果不清一清的话，一口就会累积污垢呢。不过这位贵宾，其实您的皮肤很不错哦，只要稍微保养一下，保证可以恢复20岁时的皮肤呢。这样在公司也会比较受欢迎哦。其实我们女孩子啊，平时观察的还蛮仔细的呢，都会注意男性们的皮肤如何，比如说看起来很好或是很脏之类的。不，您现在跟刚刚进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呢。欢迎再度光临，我们会恭候大驾的。你这个时髦男人，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老爸，你回来的，欢迎回来。居然从我身上跨过去。爸，他到底是怎么了啊？他看起来好像超级生气的。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啊？一定是有做什么事，要不然哦，老爸他怎么会亲？才不是因为我了，那也不是因为我啊。当然也跟我没有关系啊。啊，你们再仔细想一想啦，一定哦是有做什么事让老爸很生气。说不定，妈，是你惹爸生气。